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、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成员波多利亚克是八号表示，现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已经暂停。乌克兰总统的立场对乌方来说非常重要。当他指示有必要开始谈判，应该秉持哪些立场，乌方才会这样做。但现在是不可能谈判的。